好，沿着这边来到了断崖。OK， 哇塞，变化都蛮严重的。你看，大块大块的那个猫公石这样子跌落下去，就是断崖，夸张。然后刚才去断崖旁边的那个，刚才从那边有个据点，那边它应该也是打不通。17在过去的哈，应该是189之类的。好，然后这边好大块啊！哇，这是个断崖，壮观啊！哦，那边就前面就是那个了，波音站了哈，波音站。崩落严重了，你看这边，哇塞，太夸张了。所在的位置哈，看一下这边，哇塞，这边比较视野比较好，可是蛮危险，爬下去了，汤汤，有一道绳子 ，OK。都是垃圾啦，真是很夸张了。OK， 没到，好，继续到这边了。OK， 然后那边的据点，那边好像前面那波音站还有一个据